快乐乐，欢欢喜喜，轻松过日子。模仿男神陈汉典大秀 popping 毫不含糊，他将搭配吴一沛担任新竹县跨年演唱会的主持人。演唱会卡司阵容相当坚强，还有台语天后张涵雅、金曲歌姬孙盛希、西西，还有卢广仲、OZ 等人。暌违6年才举办的浪漫竹县与你相见跨年演唱会，新竹县长杨文科表示，实在是因为防疫期间大家都闷坏了。我们大家新竹县的乡亲都闷了很久，那这一次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县议会张议长跟不动产工会，吴国宝理事长，大家一起，点燃了这些热情，让我们的乡亲朋友这一次可以来一起参加我们的跨年晚会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胖卡美食以及文创市集，让乡亲能够更认识新竹县。在13个乡镇，他们所种植的像梨啊、海梨啊，或者是柿子，这些他们13个乡镇都会有胖卡车来，当天晚会的时候会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推出这样子。荣登2020年幸福城市前5名殊荣的新竹县，希望透过了跨年演唱会的活动，让大家在欢乐的气氛之下挥别2020，迎接崭新的一年，也将幸福感一路延续到2021年。中国电视公司全程转播进行锁定中视，周天祥、周丽丽，新竹县报道。